中兴旺太原12月18日电，范立方。近日有人以五台山佛母洞请佛修建寺院为名，向社会人士募捐化缘。18日，山西五台山千佛洞佛母洞管理委员会针对此发表声明辟谣，并提醒信众勿轻信。声明称，该寺从未授权任何组织、机构、公司和个人从事任何方式的化缘行为，并将保留进一步采取相关法律行动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利。若有人发现类似欺骗行为，要及时向该寺核实并提供线索。佛母洞又称千佛洞，位于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南台顶东南的半山崖上，因有一级寺女性腹腔的天然溶洞而闻名天下。尤其是佛教认为，入洞是投胎佛母洗脱罪过，出洞是脱胎换骨获得重生，意义非凡，是五台山古十景之一，被誉为中华神奇第一洞。完。责任编辑张迪。